吃，快吃。吃个肥的。我给你拔蒜呢。嗯，在那边。先焖饭啊，点一个小塑料缸，小一点准成。这是去年九月份刚开始那批大米，这是留着样，都是这回也不用留了，大米也都吃得住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换到平的啊，一缸，两缸，三缸，像我家就吃四缸就可以了。四缸，水瞪的不是那么静的时候，就给它少来点水。啊，五杯，行，少来点，35分钟就行啊。这不水啥的放完了吗？电饭锅也告诉完了，这都不是关键啊，关键是。一会儿一跳闸，你就把锅盖掀开，用筷子给它搅起来啊！哎呀，酱油、蚝油、辣椒面、孜然这些调料。哎呀妈，蒜掉地下了好几半儿。吃，先吃，这是熟了给你。你可以，爸就可以给你这样式的。来，你嫌块大吗？看哪块熟了，我再给你搅一下。哎，嗯，行。这样式的。嗯，是啊，吃呗就。你该拿点筷子。这有筷子。嗯，这块好吃。嗯，咸味儿出来哈，这熟了。嗯，那啥，吃，快吃。拿碗，好香啊！加一个碗，一个碗。饭还3分钟啊？啊？饭3分钟哈。嗯，3分钟。就是像电饭锅这3分钟，它都可以提前的开盖。嗯。大你就搅啊，嗯，搅那个这儿呢，哎，搅那个哪儿呢？那你给夹子搅一搅，那小块的，吃，这是生菜啥的啊。我吃个肥的。我给你拔蒜呢，在那边。加点蒜才行。这狗，喂叫，闻着香味儿了。吃饭都没叫他一声。冒烟了呢。嗯。吃点火吧。哎呀，真好。嗯，好了。嗯。拔地，好，活了活了。哎呀，
给飘起来。嗯，哎，行啊。嘎嘎的，啥行啊？不是，刚才不说演示还差一分钟吗？嗯，行，好，不用盖盖啊。我感觉肥的好吃呢。嗯啊，吧。人家好嚼是吧？好像好吃。嗯，这个葫芦。香菇。加小块饼啊，真糠心。切条我瞅着感觉挺好咬的。嗯，那对呀、啊。咬吧，对呀、啊，你咬不小小整小的。嘴里抓呢。我正倒点酱。我就来呀。你去啊。干那啥去？新大酱。啊、哦，咱家这跟新酱一个味儿。嗯。因为咱那个用瓶的保存方法好。还说还说用这种瓶不好。啊？要不有人这种瓶不好呢？什么？有个人？我感觉倒出来也挺好啊。相当好了，得蘸点大酱。啊？你确实有点淡啊。嗯。挺好。行了，快吃吧。来吧。哎呦。嗯，你俩蘸这个酱，那啥，放那儿。怎么样？跟你老家新下来的粉吗？是吗？嗯。嗯。这黄味儿。整的都想尝尝呢。真好。嗯。这愣着，这个土里还那啥呢？不会动的呢。嗯。不会动的。在哪看着呢？我搁那块背着那啥呢？不能动。死了吧？是。活了。就是活动可慢了。哎呀，这个锅，哎呦不行，咋了？一会儿给狗，喂狗吧，喂狗吧。想逗会儿俩咋的？里面有那种筋子是吧？是不是？筋咬不到。哎，真好。妈家的生菜真不小啊。挺香啊。嗯。嗯，到了。辣椒不辣吗？辣，辣了，麻辣大哥。我这也放上呗。这么放吗？嗯，放。都记号啊。两个还。嗯，吃饱了。哦，那饭不吃大烤？不能差一口啊！你们都吃完了？对啊。嗯。来吧，大伙拜拜。好长时间没正式，大伙拜拜了，好长时间没有了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